最後想問有科同學，精神科護士、藥劑師、職業治療師等等都存在人手過剩嘅問題，點解個別專業人手短缺就要整個醫療，就要整個醫護專科服務公園呢？多謝各位。
警察有制度問題，冇人進入去，所以先至要強制啊。今日有方認，今日有方學方認同咗，係因為公營醫院環境差，有制度問題先至冇入去。所以今日我哋咪就係要解決呢啲根本性嘅問題，要解決佢環境差有制度問題，先至可以解決人手短缺嘅問題咯。我方嘅反方案就可以解決到呢一啲問題啦。各位有冇？多謝各位。再加上現在醫會一些平均流失年齡係40歲，咁請問
你就算留咗出嚟三年，對呢個現況又有咩影響，有咩幫助呢？咁啲人都係繼續走，咁人完全係留唔住人嗰喎。再加埋有方同學同你講咗調整佢聲音，咁具體調整幾多，佢哋都冇講過㗎。有嗱，依家咁多個醫生留喺私人醫院，就係因為佢哋人工高啊嘛。咁依家當然好多醫生係星球人啊，即係一個禮拜賺成100萬咁樣。咁依家就算喺政府醫院做到最高嘅顧問醫生，都淨得20幾萬啫喎。咁你調整幾多先可以調整到呢個水平，先可以留住佢哋人唔走咧？再加埋有方同學就同我哋話，醫生佢有個責任要去醫人啦。但係咁樣有方同學好似嘅。到咗高地位解決問題，但係佢對呢個政策最受影響呢班人，呢班年輕嘅醫生視而不見，難道佢哋就唔需要我哋理會咩？再加埋有方同學今日講到好似響私人醫院做咧，就唔係服務緊呢班香港市民，就唔係醫緊人。但其實佢哋響就算喺私人醫院做咁樣，佢哋都同響公人公營醫院做係冇分別，佢哋都係醫緊人噶嘛。依家就算喺香港一個基層嘅市民，佢哋只需要買翻份醫保都可以好輕鬆咁樣去呢個公營醫院睇醫生㗎。再加埋人手問題。都唔係一日造成㗎啦，係依家政府依家成個醫療系統嘅問題，依家佢哋唔去解決呢個根本嘅問題，反而係諗埋曬啲治標唔治本嘅方法，強制啲醫護專科喺公營度做一定年期。咁點解政府幾十年嘅問題要一班年輕人要為佢哋買單，為佢哋負責咧？再加埋在座各位，今日其實呢個醫療體系主要有三大問題要解決：一呢、這個公營自身系統問題，二公私營比例不均，三大環境成個。醫護界嘅人手不足，顯而易見，今日有方同學嘅措施嘗試去解決公私營比例不均、公營醫院人手不足嘅問題。但有方同學睇唔到係咩咧？公私營人手不均嘅核心問題就係在於公院自身嘅問題，人工太低、官僚問題、環境壓力等等，先至係令到今日所有人才走曬公院嘅原因啊嘛。而從根本解決問題，就必然要改善公院自身問題，而更加重要係有方好似喺表面解決咗啲問題，但實質只係帶嚟一個又一個反效果。有經驗的最快就去最後去曬私院，冇咩經驗都唔識嘅就留響醫院，先留響公共醫院。呢啲係咪就係今日有方同學所講嘅解決咗呢個問題咧？將醫護調嚟調去只係自欺欺人嘅方法。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同唔同意公私營合作，將啲病人分流到醫院，用一温和手法，其實都係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唔需要強制佢咧。多謝。市場
形成惡性循環。呢一點我方前場已經去討論證過，所以今日我方今日就已經應該去諗，到底如何打破循環先係破局關鍵。人手不足導致出錯機會更進一步去增加，各人嘅工作量。臨床腫瘤科專科蘇志興醫生就指出，腫瘤科嘅醫護要長傳長到，因為人手短缺，連自己都唔例外。之前就試過因為護士寫錯了一張藥單，就要花近大半個鐘頭去改。他更加坦言，兩個專科醫生幫手，自己就已經可以做少好多嘢，專注咁幫病人診症。結合埋我方海洋醫生嘅例子，其實唔難發現何大嘅工作壓力先係導致咁多醫生唔願意留低嘅原因。因此，今日我方想強制今日嘅強制性康簽冇辦法去留低醫生資深醫生，但為可以幫佢減低壓力，亦係令到佢哋留低嘅原因。多謝各位。主席同觀眾同學在座位大家好，我方一副問有同學用公私營合作就能夠解決到醫療體系嘅問題，點解要用強硬嘅手段去解決呢？有同學冇答到，都可能自己都知道，今日用温和嘅手段就能夠解決到問題，唔需要壓硬咁樣要去捆綁呢一班醫護，逼到佢哋做一啲嘢完全就冇成效，亦都解決唔到核心嘅問題。而大家同學今日最終都係唔理解嘅係，點解今日我方呢個咁反對佢哋嘅公院服務一定要延期啊？佢哋因為有反效果啊嘛。今日我哋見佢哋要逼曬嗰啲人去公院嗰度，講到大只係難於充數。呢一班冇經驗嘅醫護專才，最後只會為一啲有經驗嘅醫護帶嚟啲負擔嘅時候，逼咗曬啲人。嗰啲有經驗嘅醫護，佢自然就會想去離開公院。咁呢件事難道唔係一個問題咩？長遠嚟講，我哋會見到整個醫療體系問題都更加嚴重嘅時候，這個就是今日凌駕性嘅弊處。究竟今日有同學係想解決問題啊，定只不過係想困獸鬥，由佢哋自生自滅呢？嚟到後場，其實有同學咧，我哋會見到有同學由主辯到議判，都只係講四隻字：人手短缺。其實我哋雙方都認同醫療體系有人手短缺嘅問題，但點解人手短缺，有同學唔清楚？咪就係因為今日不滿公營嘅醫療體系咯。我哋今日見到醫療體系本身嘅問題有影響嘅時候，工作環境差，人工低，有同學唔去解決，同我講加啲人手落去就等於解決問題，呢一件事又咪過分草率咧？將私營嘅醫生再調配去公營嘅醫療體系上面，嗰啲私營嘅地方佢自然就冇人手，咁呢件事係咪又等於解決問題呢？並唔係啊嘛，所以我今日完全係冇解決核心嘅問題嘅時候，我哋見到作為一個政府，如果要能夠解決到工作嘅環境改革，成個公營嘅醫療體系，呢個先係今日有同學，呢先係政府應該要做到嘅嘢，而咁樣自然就唔使擔心會冇人手。而今日我哋見到啲咩啊？今日見到一個反效果，就係今日會有唔同嘅反效果啦。公營佢做嘅嘢，公營佢本身一啲有經驗嘅人，佢本來就有壓力啦。你再放更多一啲嘅冇經驗嘅醫療人手喺嗰度嘅時候，有經驗醫護佢自然就唔單止照顧係病人，仲要照顧埋嗰啲新嘅醫科生嘅時候，佢哋咁大壓力喺呢個咁高壓力情況之下，佢仲落唔落去做咧？佢哋會唔會選擇離開公營醫療體系？呢件事又等唔等於解決到成個醫療體系嘅問題咧？並唔會。在座位，其實我哋今日雙方嘅出發點其實都一樣，係想解決公私不公嘅問題。作為一個政府，從來都唔應該一刀切去漠視持份者佢哋嘅反對，然後就去強推政策。更重要嘅係，有同學要錯判咗現況，以為呢個係一個電車嘅難題，以為係要病人就要犧牲醫生嘅選擇，但唔係咯。因為今日我哋知道公私營協作，從一個醫療嘅體系入手，去令到雙公營同埋私營之間嗰個失衡嘅比例可以能夠改善嘅時候，自然就可以令到可以俾到更好嘅治療病人資源，又可以俾選擇醫生，更可以充分咁樣去利用資源。多謝各位。三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盡，本人會宣布另一方正午時間。該方可自由。
個公司人合作如何解決呢啲問題喎？又同個我方啱啱問你，到底資金問題如何解決？到底要用幾多資金？有方就冇回答過。因為咧，我哋見到啲大公司合作一直都有做，只要我哋擴大呢一部嘅規模，市場有更多問題，所以係唔需要擔心資金問題，因為一直都做緊。問翻幾多同學？今日如果政府咧等你畢業嘅時候咧，就幫你揀到曬職業，幫你揀到曬啲公司嘅時候，你越忙落意啦，你。哦，其實我哋係所有人都要強制三年，咁強制嘅時候，咁其實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咁其實我方有冇所謂噶？咁何況有方我一直都喺度做緊，但係依家人手係咪都係有不足先？第一咧，今日我三年啦，其實今日我方轉頭係講清楚，因為九成嘅醫護佢已經係會喺公營醫療體系去六年嘅時候，你三年係完全冇效啦。咁問同學，其實如果今日我哋見到啲咩啊？我哋見到就係你咁樣強制佢哋去做，佢自然就唔開心，自然就會離開呢個公營醫療體系咯。我再問同學，今日成唔成？今日逼上曬啲醫護去做嘅時候，私院佢就會用一啲高薪去聘請一啲有經驗嘅醫生，然後令到公營嘅醫療體系崩潰咧。有方今日就講話強制性其實係會逼走啲醫生，但係今日我咁其實私人嘅醫院係咪又係又要教薪仔？跟住有方都係冇解釋過啊！更何況有方舉出嘅資料，其實係啲醫護已經做咗一定嘅年期，已經係有相當嘅資歷，之後再去再考一個牌之後，佢先會再去做六七年嘅時候，咁又有方今日舉出嘅資料根本就唔係講緊呢一條辯題。咁我同今日問我哋，佢話私院係咪會有救生仔呢個問題？咁我哋依家答你冇咯，就因為佢哋今日全部有經驗嘅醫生全部去睇私院，所以依家公院先會人手短缺啊嘛。咁樣點解會私院先會有呢個救生仔嘅問題咧？其實有方可唔可以舉出一個例子，可唔可以一個證據去可以論證到所有專業嘅醫生都走咗？全部都有人手過剩的問題，他們是不是全部都入公營服務？有方根本就能證明到剛剛我們所說的。尹同學，你跟我說，很簡單。今天我見到什麼？他一大堆所有的醫科生，他進去的時候，今天那些有經驗的人根本就沒有能力去照顧到更多的人。他照顧的不單止是病人，照顧的重要是那些還有一些醫生的時候，根本就解決了問題，我不需要再說了。還有我今天見到今天在公營做的醫護本身有壓力的時候，你再強迫那些人去做的時候，私醫生的醫生會不會因為這樣去做，然後就會令到公營體系的醫療會變得差了呢？好啊，今天我方已經問了你兩次，你都是沒有舉出一個論證的證據，是可以支持到你方所說的資深醫生會離開，更何況有方說的資深醫生需要去湊新仔這些東西，難道我們不需要強制公營的醫院不嬲都要一直有畢業的人就不嬲都要湊新仔啦？有方完，但是有方就講到話係強制，所以先要湊新仔。我唔明白有方的邏輯喺邊度？首先我哋冇講過強制先會湊新仔，我哋只話嚴重咗呢個問題，再加埋今日所以強制先會嚴重化呢個問題，唔係令到呢個問題出現。咁其實有方同學，其實每一年都會有醫科生畢業，每一年都有唔同醫科生入公營醫院噶啦。咁其實都係要照顧新人噶。咁其實我方方案已經可以做到你方方案嘅好處。其實今日你方同我方嘅方案已經有一個重疊性，因此今日只要實施我方嘅方案就可以已經做到你方嘅好處，解決咗呢個問題啦。今日有方同學，既然我方嘅反方案咁温和嘅反方案都可以做到嘅時候，點解用有強硬又有反效果嘅強硬式手段去解決？有方就話可以用呢個温和嘅手段，但我方見到你方所謂嘅温和手段，依家係咩？依家係冇效果啊！更何況有方都係論依家係不斷咁傳場喺度講緊會逼走人，但我方不斷咁問你，你方有冇資料有冇證據？但有方都係舉唔出一個證據。新聞有方同學，如果區民所人話點解依家公共醫院會咁少人，私人醫院會咁多人？咁因為依家未去到強制啊嘛。但就算已經強制了，他們人才都可以繼續流失的。不要緊，因為我們是一定會強制了一定年期的時候，我們每一年都有畢業的人數，那是年年畢業的人才咯。但是年年畢業人才進到公院裡面，都是會拖累了公院裡面的人，因為他們需要很多時間培訓，即使正常情況都是需要，但是如果強制了這個政策之後，入來人才比較之下都是比較多，需要用到的資源和培訓時間都比較多。按照有方的邏輯，原來有新仔入去，其實就會拖累咁啊！咁不如我哋所有人，我哋依家開始唔好用
醫科畢業嗎？我哋不如就認舊嗰班一直做落去算啦。但依家有方同學拎唔到舊呢班，只能繼續做落去啊嘛。哦，好啦，依家我方而家喺度問有方要資料要證據，其實有方依家咧係傳訊都俾唔出啦，更何況一直都喺度講緊一直都喺度講緊話會拖累人啦，會做呢啲嘢啦。我方都啱啱已經講過，就係話原來今日新仔其實每一年都會入嚟，咁邊一個人邊個依家嘅資深前輩，其實都以前係一個新仔嚟嘅。咁係咪依家咁我哋依家係咪就係要令佢哋繼續做落去先？係咪依家我方就係一個人都唔好加入去，就咁繼續做啊？多謝各位。
咁啊，唔好唔好叫啲人入去啦，就係叫啲全部都係要老要啲年資嘅高人入去。其實我呢個只係一個比較啫，的而且確，即使我哋唔強制都會有新人入去，但係我哋強制咗之後，新人入去嘅咧一定係更加多，而係多出好多。所以我認為呢一點係呢一個政策完全幫助唔到釋放效率嘅，加上亦都有其他嘅好處，就好似你要醫生繼續不滿工作環境，因為核心問題工作唔會改善，薪金工作環境樣樣都會俾人改善，其實連橋一年都有排走，呢啲有方全場都唔敢嘅，唔敢答。今日我方更加不解嘅係，今日明明就係公院醫生短缺，點解要物理治療師、放射師、醫護嘅專科都要留喺醫院，都要留喺公院，令到比例更加失衡咧？今日我方強調嘅係整體醫療人手不足，硬性將人綁起公院，都會令到私院嘅人手不足。作為一個負責嘅政府，一定唔係解決公院人手問題，一定唔係解決咗公院人手問題就唔理會私院嘅人手問題啦。在座各位，政府從來都唔係用硬性手段去，從來都唔會用硬性手段去強迫市民做醫療。相反，政府措施一向都鼓勵成，通過提供誘因改善民生。令到市民跟從，因為他們知道強硬的措施只令到民心盡失，最後不單止沒辦法改善幫助問題，還會製造更加多問題。今日政府因為公營醫療人手不足而強制留低一定員，明天就其他金融業變成民企員工人手不足，所以今日不理後果，不理當事人出行動，辦公室都只可以現行懲罰政府。
以月球醫生為例，其身今年已係醫管局一名臨床職員最高顧問嘅約四倍之多，更加係一名初級醫生嘅十倍薪酬，仲可以自己控制工作時間。因此，醫管局都有提及可以繼續加薪，以吸引更多公營醫生，但係都治標不治本。一來，就算點加都會同私家有差距；二來，由於人手流失嚴重，或正值不夠足夠人手，所以當今大部分單位都不善於操作。換句話說，很多員工都要額外執行本應由其他人執行的工作，這個對他們來講十分不公平，既增加了工作量，又增加了因犯錯而導致的醫療意外的機會。正如我方所論證，增加人手同時增加競爭力，一方面舒緩人手壓力，另一方面可以減低醫療社會醫療專業的稀少性，降低價格。這個先是今日醫病的良藥。多謝各位。你會發現一個特點嘅係咩？就係你花咗好長時間去學啲。
第一病人都好慘啦，第二如果你人手繼續不足咧，啲醫護都好慘啦。兩相底下個故事嘅結論係想講，再講落去唔掂㗎啦，呢個質素咧係會好受影響㗎啦。其實喺今日你哋呢條拉裏面，如果推到盡嘅話咧，簡單嚟講咧就係、是、通常即係就係兩樣嘢啦，就係、是、賣慘賣急，一係就好慘，一係就好急。因為咧 ，after all 咧呢一個嘅題目，佢講緊嘅呢個建議喺全香港咧都唔做嘅，全世界都好少做嘅。咁係一個非常手段啦。咁我哋成日都話非常手段咧對應嘅一定係非常事情嘅。咁你就會比較能夠 justify 你個非常手段。喺你嗰個開面嘅佈局裏面咧，睇得出想做呢樣嘢嘅，但係冇強調過。例如人手就不足㗎啦，今日反方都冇㗎嘛。第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喂，我哋人手不足到死廿二㗎，即係香港醫護咧差嘅情況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啦。但我哋點解而家先至走去講要做呢？一定係因為嗰個時勢裏面有啲嘢係變化咗，例如佢流失率特別高咗，例如而家移民潮嘅特別犀利。例如私院搶人搶得更加厲害，例如因為其實調翻轉頭咧，唔係公私營太失衡咧，先至一定係令到公立醫院冇人嘅。調翻轉頭你諗下，如果私立醫院咧係好繁榮嘅話咧，公立醫院都冇人嘅。而家點解咁多公立醫院嘅人走咧？一個原因就係因為私立醫院要搶人，咁咧要搶人咧，第一私立醫院啲醫生都走咗啦，因為移民啊嘛。第二個原因就係佢發大咗嚟做啊嘛，你睇中環多幾棟嗰啲醫療大廈，咁我咪要搶人咯。所以如果私院咧嗰個公私營失衡裏面嘅私院個範圍擴大嘅話咧，可能公院就係做得仲快。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其實你要了解到而家呢個公民咧有啲咩咁急，有啲咩咁特別，有啲咩咁非常，以至於我哋就算用呢個相對極端啲、少有啲嘅做法，我都希望評判你哋就斟酌下啦，考慮下。不過唯一應該係呢度。第二樣嘢咧就係賣慘都仲係賣嘢賣得夠嘅。咁第三個有啲趣味啦，我就諗唔到你冇 follow 落去，所以我都冇幫你到補啦。就係、是、究竟如果真係可以用呢個方法，人手相對多啲，係咪可以呃到啲人海外醫生嚟香港多啲咧？咁我唔知道。有趣嘅呢、這個方調頻。咁但係呢三樣嘢咧，喺主面一講完之後，副面就全部都甩曬。咁呢個我覺得係有一個問題喺裏面其實。所以下次咧再做嘅時候，除咗要睇完個方面稿，睇完個主面稿咧。花一少少時間臨尾，我咁同你講啦，我嗰兩句成日都做到嘅。花啲時間咧去諗諗，究竟你條 line 贏位喺邊度？冇可能贏曬所有位，一啲位有啲位你哋輸硬嘅其實。咁但係最緊要做嘅嘢就係隱惡揚善啊嘛，強嘅位放大佢啊嘛。跟住咧，你見好多學校做得好好嘅咧，就係唔係佢條 line 好食啊，而係佢贏嘅位咧，佢就啄死喺度，企喺度，我唔理你啲人咧問乜都好，我都翻轉頭講我自己見嘅嘢咁樣。帶走嚟模糊你哋嗰啲追問，咁我覺得呢度咧就係、是、今日嗰個處理嘅問題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這個咧唔喺你條 line， 純粹係個人意見啫。如你可以想象咧，對手一定係同你講填推藍紙方案嘅，所以就最簡單嘅處理方法當然係話你嗰啲又做，佢嗰啲又做啦。咁但係齋係咁樣咧，你撐唔到全場噶嘛，即係話你講多管齊下，你撐唔到全場噶嘛。但即使係咁，我覺得今日講多管齊下都講得唔夠。好啦，咁就算你講多管齊下都唔夠撐全場，咁點咧？其實你係應該要突出呢一個做法有啲乜嘢其他措施不能取代嘅優勢，例如快啊！公私營合作啊，講咁多年，你記唔記得疫情嘅時候咧，公立醫院咧開到聲，低啲私家醫生過去幫手啊，有冇人去啊？冇人去啊嘛，點解冇人去咧？生意嚟噶嘛。我自己最好咧，你就罷工，你罷工啦，你啲病人頂唔順啦，你嚟就睇我醫生，我先有生意噶嘛。而家調翻轉頭，你要我去幫你，於是就有第二個問題，好似你哋嘅講法，但係你哋純粹係用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帶過，冇意識到係個重點係咩咧？就係、是、你要私家醫院幫你啊，你攞咩代價？係咪啊？我睇緊呢個病人收幾多錢啊？你睇緊一個病人收幾多錢啊？我唔睇我啲病人，我唔。在我的期間調動我的醫生幫他們看症，那你給他錢我先，生意來的嘛。這個部分呢其實應該是你們準備預不到的時候是有輪到的，但是沒有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在哪裡，因此沒有對應到他們公私營合作的那個案，也都沒有強調到呢相對於你這個做了這麼多年都搞不定的公私營合作，我現在的人就是等兩年半了，你是不是要他等死啊？繼續一天你的公私營合作不
進步嘅話，完善嘅話，係咪我班人就繼續揾份離婚啊，咁樣就算數咧？所以你嗰個無可取代嘅地方係在於即時啊嘛。第二個好處係在於穩定啦。穩定嘅意思就係、是、你一定個批人一定要留低啊，佢冇得走，冇得揀，我想點？咁如果佢哋個個都想喺度做，咁啊梗係敷添啦。但係好多人就選擇，你算啦，我一攞完個專科職業我走啦。咁嘅時候其實你 unstable 啦，嗰個人手，咁你綁低佢，你先令到佢 stable 嘅人手啦。咁 anyway， 其實呢啲都係枝節啫。策略上嘅係你要證明嗰件事係非常時期，你要證明呢個手段。冇佢唔得，佢有一個獨特無可取代嘅重要性嘅喺呢一個解決問題嘅過程裏面，你就會容易啲講啦。喺你哋個開辯裏面，其實弱唔係有報到呢個局嘅，但係負面全部得曬。去到結辯咧，反而咧我就聽翻好多啲資料翻嚟喎，咁就有啲唔係咁理想啦。第二個要斟酌嘅問題咧，就係、是、其實裏面都有嘅，嗰個表達嘅形式咧唔清楚，亦係冇可能太深啊。去到有一段時間，我甚至咧，尤其是你哋一副啦，嗰度諗緊，你拖咗成30秒，成一分鐘，點解都好似講緊反方嘢咁嘅？啊，即係都係幫呢、這個即係反方案喺度同支援粉緊嘅。咁你自己個方係乜嘢？又例如二副想做嘅反駁，我氣勢我就聽到啦。但係實際上一語中的，你係針緊邊個字咧 ？OK， 或者你想指出佢嘅問題，出喺乜嘢問題度咧？有冇個簡潔啲嘅講法咧？呢、這個我都係聽唔到。最明顯的情況發生在自由辯論，兩邊都是、去到後面我直情不知道你們爭論，因為我連理解你們說的東西都有少少難度。那我的想像就是因為條題目有機會真的太深，以至於你們有些前途的兩邊都，所以這個就是要即是要想的地方。我覺得整個今天的問題，反方今天呢那個情況其實就是冇乜受到威脅咯，我只可以講條拉係正路拉啦。咁反方冇話，即係反方要有論點嘅，但係你唔係完全孭曬論證責任，所以我覺得可以理解嘅。即係如果純粹從你哋嗰個立場嚟講咧，就算你講公司唔合作啊，講你哋覺得佢係唔能夠對症下藥啊嗰樣嘢咧，我都會覺得係講得比較shallow 嗰啲。即係簡單啲啦，即係可以簡單嚟講，就係由你講第一句已經估到你第二三句嗰啲，喺內容上唔係咁充分嘅。咁由於都能係好受到壓迫，所以咧問題唔大。但如果你真，如果你見到一個人咧係即係強勢咁樣攻擊你呢個目光咧，咁可能係會有啲問題嘅。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是、你哋講緊咧嗰啲專科嘅醫生好多係資深，咁於是你就唔能夠對症下藥啦。呢、這個係你哋非常 strong 嘅 point 嚟嘅。咁呢度但係都有少少一個漏洞喺度係咩咧？就係、是、如果其實而家喺街政排隊咧，主要都係普通嘅專科醫生，佢哋叫專科普通醫生啦。咁好少副顧問醫生嘅理論上，但係到最後咧，啲副顧問醫生都要跑埋去前面喎。點解？因為前面人手唔夠咯。咁所以就令到啲副顧問醫生咧，就唔係淨止要做自己巡房啊、病房啊，或者再嚴重啲嘅犀利啲嘅會診啊，或者其他嘅 decision-making 啊，或者做培訓啊，係要幫手執埋前面專科門診嗰部分。因為專科係一個好大，唔係淨係去住病床嗰啲先係專科嘅。逢12345咧，你去呢個醫院裏面咧，排隊排到成個好似急症室咁去管嗰啲，都係專科嚟，嗰啲係睇緊門診。而家講緊排隊係排緊我嗰啲，咁所以咧。你調翻轉頭諗，你其實喺嗰個前線嗰度，喺前線嗰度咧，人手不足咧，即係 junior 嗰啲係都會有呢個疑問嘅。好彩你今日都唔使答呢個問題，係啦，因為對方係冇問嘅。不過我純粹想補充咧，就係、是、你哋嗰兩個喺嗰個聽翻嚟就由於嗰兩個內容咧瞭解得唔算好深入，如果面對嘅係另一句壓迫力強啲嘅咧，有啲機會有啲甩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在這麼順利去推展你主線的情況下，我覺得贏位突出得還是不夠啦。即例如那個數字是不能對症下藥的那個數字，其實應該追到他們達不到你為止，但你中間就放過了他。例如公司型合作，例如醫生不開心的那件事是文化，那你會不會做啦？其實他們很簡單的方法就是他會做，但他今天連這樣都沒有說的，那你應該要問他嘛。咁你做唔做啊？解唔解決啊？如果你唔解決佢唔開心，唔解決佢壓力大，
做死佢，但你又夾硬要捆住佢，咁你賣佢出邊賺幾多錢㗎？係嘛？咁我覺得呢啲咁樣嘅位置啦，又或者你點解要剝奪佢嘅選擇自由啦？佢嘅選擇自由你都已經剝奪，你覺得佢係二等公民啊，淨係得醫生先至應該被剝奪嘅，你係咪道德綁架佢？諸如此類，即係呢啲咁樣嘅位置輕輕有大過，但係對方唔答嘅時候咧，你冇追住落去問咧，就錯失咗自己本來可以贏嘅位置咯，或者可以贏多啲嘅位置啦，呢部分。咁我覺得呢度都有啲可惜嘅。咁呢個可以喺下車策略上面再做好啲。最後咧一句咧就係自由辯論表現麻麻，你要翻去表做下。咁就唔好意思，我咧就行先啦，留翻你位。先講咗即係正方條線先啦，我覺得正方條線咧喺主辯度有一啲我覺得係可以利用嘅偉大構想係完全冇利用嘅，以前係嗰啲一啲優勢好大，就好可惜啦。即係例如你 PowerPoint 裏面我知道都係講話填補人手啦，但係變係正方條有個 fit 啊，或者填補人手，然之後就一大堆減少嘅同時間又好，減輕醫護嘅工作量又好 ，whatever 咁樣啦。但跟住你論點嘅時候咧，但係你哋其實你自己主持上面咧，你只有分清楚你今日想針對醫護界點解醫護咧，有特別講係一啲職業治療師，有講講護士，然之後被重就係一啲醫生嘅。但係自己論點咧，就不斷咁強調醫生，然之後你自己強調出嚟嘅職業治療師啊、護士咧，就全部唔理啦，後面都唔理啦。咁點解咁樣講咧？點解醫生喺條線身上對於正方嚟講咧，係一個唔係咁有利嘅位咧？其實反方咧係有少少觸動嘅，喺公辯嘅時候有少少觸動。3D 都有打過一句，好似係類似嘅，但之後就冇再打過啦。就係講緊以前醫生點樣缺人，佢缺人係邊一段時間缺人制，你哋都有打對，就係通常可能係攞完個專科資格之後，做夠六年或以上先走嘅，有保證咁樣啦。咁所以就係譬如今日正方眼中，如果針對住醫生，我講係講定六年或以下的話，咁其實同現行冇乜分別咯。咁其實冇呃我哋住。咁一個位係對於正方嚟講唔熟嘅位，但係你又冇咁樣去細分，咁你想針對嘅對象係啲乜嘢嘅醫護？係，咁呢個就位就係令到你不利，但係反方都冇再搬呢個位，都係一個可惜嘅位啦。而點解我話你所講係職業治療師或者護士可能相對上有嘅，就因為你自己主辯開到出嚟咧，職業治療師咧開始咧話會唔會咁樣唔知咩培訓機構簽三年嘅啦，然之後簽完之後咧就唔知説法講話就會即刻叫佢私營啦。咁所以就係我而家就可以令到佢跳到私營一步，可以還翻佢公營嘅手。咁呢個就係可以還到佢哋公營機構嚟繼續工作多，佢哋所講好似四年啦。咁呢啲位係你哋強嘅位，但係你有冇特別發大講啦？有啲護士可能都係通常一兩年做一兩年長工就走啦，或者轉科之間。咁呢啲位係一啲你哋強嘅一啲，可以割裂一啲你醫護需要包曬所有醫護噶嘛？你可以包啲對你有利嘅醫護，例如係想職業治療師啊或者護士啊嘛，但係你又溝出好太大利益，咁呢啲位就失勝嘅。然之後護士呢啲位咧，我上面都有嗰兩句講過，就係呢個位你要再睇得更深入少少，就係一零五睇嘅就係究竟佢哋流失嘅流唔係單純今日有流失，而真係強制就填補咗流失問題咯。係今日講流失嘅時間點係影響佢流失嘅原因，而時間嘅點係咪啱啱講嘅就係，譬如佢講到好似醫生咁樣做六年之後，攞咗專科資格做六年之後先走嘅話，咁你今日講定我不如之後同可能三至四年留喺公營嗰間其實同現況冇咩分別。咁所以就冇得承擔。以前如果你係職業治療師，一嚟就走嘅話，咁可能就有啲承擔。第二個就係流失原因係點咧？就係護士咧，呢個位反方冇特別公開，大家可以睇得深入少少。就係護士主要流失原因咧，其實以前伊麗莎白醫院作為一間護士流失比較高嘅醫院啦，佢流失得一時日咧，佢護士因為想跳去私營咯，其他絕大部分原因係移民啊，或者家庭嘅想湊仔。咁所以又可以 pressure 俾政府就係，咁針對住啲醫班護士想移民，你會唔會強制同佢講話你唔可以移民我嘅公園俾你辭職先？如果你唔會改，咁你點樣還呢絕大部分嘅護士啊？咁呢位其實我係期望反方可以喺呢啲資料上面揾多啲位再轉頭翻嚟攻擊，但可惜冇啦。然之後針對住反方條主線咧，我覺得主線上面其實係有少少問題。先講嘅論點啦，論點一所講就係公院同私院都唔夠，所以係整體成個公民醫療體系唔夠，所以你呢個唔係針對緊整個醫療體系。咁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同你嘅方案有少少矛盾喺我眼中，因為你嘅方案係咪公私營分立？我嘅諗咧就係你都認同你一方面話現時咧公
強制之下冇辦法解決公園同埋私園整體人手不足問題，但另一方面提出嘅方案咧就係公城分流。咁你都認同現實公園同埋私園都一齊研究情況。咁你公私營分流，分流啲病人去私園嘅話，其實都冇解決私園人手不足問題，然後有機會加大佢哋人手壓力㗎。咁你嘅方案就係同埋都係冇辦法解決整體嘅人手不足問題，以至都係缺乏閒置。呢個話我會第一個位會 question 嘅一個盲點啦，以至其實政方冇做到一個可惜嘅位啦。第二個位就係、是、係我知公園同私園都唔夠人，但問題邊一個相對唔夠人先？佢公園相對上唔夠人嘛，咁我舊嘅個相對唔夠人嘅地方解決咗相對嘅嚴重嘅問題，點解都唔係明好嘅事先？咁呢個話我第二樣嘢會諗嘅嘢咯。以至今日政方冇咁樣區分公園同埋私園，呢、這個先係我哋真正現時喺醫療界上面最想幫嗰班人嘅話。咁呢個就會失勢咯，即係私院大家唔入到資格，但係同翻嚟講，公院係一個醫生對成一百個病人，同埋私院一個病對誒一個醫生對十個病人嘅話，咁其實梗係幫公院重要啲啦。然之後真係要注意第二點二啦，第二點二所講，第二點二包括好多實嘅嘢啦。第一，你會同我講強制之後會留佢海外啦，以至有多嘅反效果啦。然之後，但係呢個位後場冇咗，誒冇乜資料去 support 啦，而家後場都冇咗 follow up 嘅呢個位喺我眼中，直情係。至甩咗啦，但係呢個其實我係可以有另外一個方式，我係有更多嘅醫護會俾你逼走嘅，就係例如唔單止流去海外，例如我上傳都有上面嗰兩係啱啱嗰兩個例子，有機會直情唔讀醫嘅，有機會會轉去做普通科醫治，唔係幫到最需要幫嘅專科嘅，又或者係私院嘅普通科咧嘅醫生咧，其實有機會揾錢啦，嘅薪酬高過做公院嘅專科嘅，因為有機會佢就會直情強制即係直唔讀專科去做公院。但係佢做私院更高薪酬的普通科門診醫生啦，咁呢啲情況之下，政方要點樣應對先？咁呢啲話我係可以提供得更多。然之後第二樣嘢就係喺主意上面講話，現時強制之下咧就會引入咗好多嘅新人，然之後咧就會令到啲啲資深嘅醫生咧就好不滿啦，因為咧又要湊呢啲人嘅新人，然之後咧就私院就會即乘機有啲嘅高薪去吸引呢啲嘅資深醫生走啦。但在我眼中咧，呢度有好多直線邏輯嘅。第一樣嘢就係、是、你所講到話會有好多嘅新人，我會第一層咁樣，就好似正方 free 都有提過就係新人 audition 而家，咁樣係咪正覺得唔應該有新嘅存在先？呢、這個第一時間會諗，但係正方好似先出得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會諗嘅就係、是、嚇、啊、現時醫科生畢業之後，佢而家政府就係規定要去公院實習一年，然之後你考專科資格嘅時候，我哋綁定喺公院培訓六年。呢啲情況之下，我喺實習嘅時候、培訓嘅時候，其實都係喺你眼中，佢都係新手嚟㗎，都係新人嚟㗎，都會加上所謂資深醫生嘅壓力㗎。咁係咪呢啲全部又要取消啊？唔好係唔好做實習啦，唔好培訓啦，甚至其實新嘅醫科生都冇出現啦。呢啲係咪反而真係對整個醫療體系做咗好多咧？我第一個 question， 第二個咧就係你同我講，第二樣嘢 question 就係、是，咁而家都會提到話，呢啲嘅醫科生畢業之後，我實習嘅高院度實習。然之後我專科培訓嗰六年可以喺公院度培訓，咁有冇到謝翠芳係資深醫生好不滿，真係同你講講話全部跳槽先，甚至係同講話私院會高薪掛啲資深醫生，我更加會諗嘅就係呢個關強制嘅事實，咁不嬲都會㗎啦。呢個唔係強制，底下壓大嘅話可以咁情況。咁呢啲話我覺得你哋要自己包裝上小心少少。跟住到後場上面一啲攻擊位咧，我覺得今期大家交鋒都相對上比較少。以至咧唔係太多攻擊，又係攻擊咯。例如就係今日正方啲顧問講嘅就係強制之下，咁啲醫生萬金定係會走噶嘛？係我亦未必會走，但係更大機會走，咁你承唔承擔到呢個風險，或者係咪應該再一個共處啊？以至但今日反方對住呢啲咧有冇太多嘅回應啦？以至你數據上面有冇太多嘅論證？咁醫生萬金嘅程度幾咁大啦？即係如果你隨便幫下民眾，都會見到就係、是、香港推出呢個方案就有六成醫生萬金嘅。英國當時推出個方案，九成二市民反感，就係因為覺得醫生會走嘅。然之後最尾擱置埋個方案咧，係因為當時推出呢個方案嗰個英國衞生部部長都出嚟同大家講，點解佢推出完個方案之後又推到自己的方案咧？都係因為驚人走嘅。咁其實呢啲我覺得係更好嚟啲你哋個講話佢走去海外嘅個案啦。然之後政府喺度後面就一副又改咗一個講法嘅，就係話社會福祉應該係大為醫生反感嘅，例如係稅務方面或者要徵税啦。我覺得咧，呢啲位更加應該要再攻擊多正方多少少。第一樣嘢，按照正方嘅角色就係，既然一個界別唔夠人的話，公營機構唔夠人的話，政府就有強制
相關人士嗰個機構裏面工作一定年期的話，咁建築師公營機構都唔夠人㗎。咁政府係咪有權限制建築師喺公營機構裏工作一定年期啊？根本都唔夠人㗎。政府係咪要限制收根本需要根本要培養你，可以喺私營嘅金融機構做嘢？唔合理㗎嘛。第二樣嘢就係對面講都話社會福祉大於醫生棒金，因為第一有出嘅係啱啱舉常個啦。第二樣嘢我諗嘅就係、是，係我認同社會福祉好重要，但問題點解醫生棒金都同埋重要，醫生權益都同埋重要？因為講緊成個醫療體系裏面，醫生權益、病人權益同埋社會福祉通通都係環環相扣㗎嘛。因為今日醫生權益唔能夠受到保障，然之後佢就會醫得近就執唔妥，咪走人咯，唔喺香港即係佢可能真係幾執，到時都唔夠人嘅時候，談我哋所謂嘅社會福祉啦。所以點解今日唔可以放低醫生權益矛盾，就覺得社會唔夠人，所以我就要填補呢個空缺，所以就社會福祉大嘅層一部位都係有少少問題，以至後場到反方咧，我覺得都有啲位係你哋要小心。例如，但正方亦都冇咁樣聽我。例如就係反方今日會 raise 嘅就係、是。好似話咩眼科師定唔知乜嘢師，一啲醫護嘅團體其實係飽和嘅，係冇唔夠人嘅。咁點解你都要強制埋咧？咁其實政方都冇話一定要強制所有噶嘛。呢啲位，但政方又冇咁樣去區分佢講，我真係強制一啲缺人嘅，咁咪得咯。咁呢啲位又係有少少失色啦。又例如係其實反方咧，有啲位咧，上面都要小心少少嘅。例如對面政方以副司打完就話可以雙方齊合，然之後第一下反方要補出嚟就話對面冇回應過公司營分流，咁呢啲位就係一啲論點上面要小心嘅問題啦。然之後到最尾就係一啲反方嗰方面處理啦。今日政方咧，反方就係講公司營分流啦，然之後政方咧都承認係工作壓力好大嘅，係一個根因嚟嘅。然之後就話，咁點解工作壓力大就因為唔夠人嘛？咁所以強制之後救翻人嘅時候，工作壓力少咗咪可以還人哋嘅人才咯。正方嘅邏輯嚟㗎，但我有啲位，我覺得有少少要問清楚就係，係咪所有工作壓力現時醫生工作壓力主要係嚟自啲咩事？係真係唔夠人，因為係個制度嘅問題先。其實可能更加係啲制度問題，就係講醫生本身唔應該出嚟咁多行政工作嘅，佢應該係可能幫襯睇下診嘅啫。去做下手術嘅啫，但係而家你轉埋咁多行政工作、文書工作嘅時候，呢啲唔係單純到加人手就解決得到，又或者醫生而家行政壓力大，係因為要開好多會嘅，要巡好多病房嘅，呢啲係個制度嘅問題咯。所以呢啲都唔係加人手就解決得到嘅行政壓力咯。所以我覺得你哋唔可以咁簡單將行政壓力就 frame 作因為人手不足，要諗得更加多背後行政壓力嘅根因係在於啲咩，以至你可以更好地思考咧。而家究竟係人手不足嘅問題啦，係制度問題啦，定係話啲咩問題？從而可以更好地思考整個情況，點樣可以為整個未來要更好地發展咯？係啦，頭先你哋講咗，大家點樣去整？
啱啱畢業嘅學生，我哋就強制佢留低。咁即係本身其實你如果即係完全唔係睇翻條聯繫本身，你見好多媒體嘅話，其實我哋都見到成個討論嚟講係好唔公平嘅事情。呢啲我哋應該做嘅嘢，從來冇人討論過。而一啲一講出嚟，大家都覺得好難聽嘅嘢，我哋就依家就擺上台面去討論呢件事。我覺得係即係你問我對於聯繫嘅觀感嚟講，就係呢一樣嘢。我頭先阿志偉都講咗啦，即係條聯繫，即係要諗住聯繫背後。如果我要講我自己對於聯繫背後嘅嘢，我覺得第一件事就係考量呢樣嘢。咁然之後，跟住落嚟下一步就係正方明知有三方困難嘅。咁你哋會有啲乜嘢嘅即係安排做嘅，即係有啲乜嘢退路咁嘅走位嘅事。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東西。咁而即係頭先阿偉同所講啦。他們對於你們的舉債一如果得了個經濟得很重要，那我某程度上同情得了那個原因，因為我都會覺得一如果之所以怎樣都要回去講多一點專科醫生的那個原因，是因為你明知對於一定會打的東西，一定會打得不到，所以你一定要回去打。那平時你認呢一 part 即係專科醫生嗰一 part 嘅時候，你會唔會都要即係諗下問題就係認咗啦？有限時間限自己認完嗰堆嘢，講完一輪，然後就喺自己 set 咗着數嘅位，有即係堆著空間嘅位，就應該係認咗。咁但係蘇花大家就睇到畢業點樣去，即係喺最不利嘅專科醫生應唔應該即係俾人強制多啲嗰樣嘢上有錢得下？一個觀感係咁樣，就算係即係佢哋義父比較個勢係強啲，但係反為即係就更加顯得比較清醒喺呢方面上。咁我覺得你既然 set 得即係治療師、物理治療師你都知道佢哋嗰一個嘅即係各自嗰一個嘅即係職位上，即係嗰種咩嘅即係職位上面。那個的職業手短缺去到什麼程度，你都已經 set 定了他們即強制多少年。其實你的醫生的三年，就你 我再簡單一點說，就是你 set 三年其實是虛應的，就是你完善 set 的三年是一個虛應的，因為那三年根本跟你的 future 你都不認得，你的 forward set 在這裡，他們永遠都是不認的，你的 forward 一點都不認得。但是你 set 這個位置的時候，我覺得就咁純粹唔需要要求，即係以我嘅理解，嗰個位其實你係唔應該打咁多。即係如果你望策略上面，專科醫生留幾耐，專科醫生點解要留？嗰位應該係打少啲。嗰位淨係同對方講到我答咗你啦。你覺得嗰個位，你覺得對於現況嘅影響，我哋都某程度上覺得未必真係對於現況專科醫生嘅客人吸納多啲。但係其他職系咧，有冇做先？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你好需要去，即係你好需要反應到嘅嘢。咁尤其是更加重要嘅就係，如果對聯繫質詢嘅時候提得你咁緊要啦，就係佢打嗰樣嘢，佢不論係個主辯嘅收你嗰個位啦，因為係到質詢嘅時候都提你就係、是，喂，其實咧依家講咧第一就係三年不是十年嗰個位啦。另一個位置就係講緊話唔同職系嚟講，有啲職系過剩喎，即係嗰種咁樣嘅即係講法嘅時候，你更加要出嚟，一副你一定要出嚟同我 verify 翻，你今日個 plan 最主要針對邊啲職系，邊職系缺幾多，我哋點樣透過現有嘅方法嚟解決咗啲問題？我哋都覺得專科醫生未必係好似你講到咁缺嘅，所以我哋咪特別連呢年嘅三年多，其他啲四年同五年多。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個邊關上點樣可以即係執行得更加即係貫徹嘅一樣，原先 set 咗喺度，俾咗自己退路，俾咗自己走位，就應該用盡嗰啲走位嘅去做。我覺得即係第一件事係主事嚟嘅。咁至於反方，反方我覺得我會鬧得好近啲嘅，因為反方嘅問題係唔係甩線，係甩內容。
結面聽到的那個專科畢業的概念和主面聽到的專科畢業的概念應該是有不同的。結面覺得個起計的就應該是由你醫科讀完之後那個位置起計的，會結面大概那個內容覺得是這樣的。而主面其實很清楚的那個來聽，就是現時的 statistic 會告訴我們來聽專科讀完就真的讀完讀完專科之後加三是其他同樣科，因為統編得加五，呢個主要嘅都係一樣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哋之間就應該喺即係攞嘅現況上面，係咪攞同一個現況？我覺得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咧，對於即係現時人手短缺嗰一樣嘢上面，主要俾嗰個就係百十喺公司嚟。咁但係到到後面，如果你哋打好多，即係正如先我所講，打好多公司型分流嘅先，去到我會覺得去到二副對於呢一個嘅即係公司型分流合作嗰個位係搞到真係有啲高限制。尤其是如果你開咗俾我聽話，我喺度成日都缺人嘅時候，即係前面真係要就係捉到嗰樣嘢，而你自己亦都去到一個即係比賽咁後段。嘅位置啦，而你跟住發現自己有嘢做嘅話咧，仲要即係波邊打呢個位嘅話咧，係好致命嘅位置。尤其是如果你係二副呢個位置，俾人喺度自由地去做到你嘅話，咁你係死格嘅基本上。咁所以變咗，我會特別去即係提醒就係兼同二副，咁喺即係不論係攞個大部署。因為是攞啲細嘅資訊嘅時候，需要攞嚟支援。咁呢個係我對於你兩個位，對於一個嚟講就係、是、正如頭先副所講啦，我就話你冇聽對手啦，我就覺得你冇聽自己個主面個質詢。質詢落之後，你聽到最好打或者對面唔係好應到嗰個位，應該就三零零個位應該打嘅。咁其實嗰個位應該打多少先係睇你個位置。咁亦都更加重要就係全清嗰樣嘢，其實我成日覺得即係逼對面正大所有正大所有職系，而嗰啲決定都要證明嗰樣嘢係唔合理嘅。咁而好將呢類型即係小聰明嘅呢啲咁樣嘅即係打法，當咗係大位咁打，唔會係擺第一個位咁打。即係你係擺咗喺你頻道嘅第一個位嗰度打，咁我覺得全清係唔會嘅，即係喺呢啲。咁尤其是你都知道就係，其實講緊唔同嘅專業，即係醫護專科嘅，即係職系裏面嘅情況咁相同嘅情況之下，你咁樣嘅，即係你呢個要求喺呢個平台上面，我覺得唔合理嘅。咁所以係唔應該咁打嘅。咁落到去後面啦，我會覺得個問題就係在於正方，即係正如其實頭先佢都講好多，就係、是我哋明白人手多咗，這一個的普遍意志的病人少了的話，那那個的那個環境就自即那個工作環境自然就好了，那就第一可以留得住原本的人，第二呢你就推論到從其他國家的情況可以有成長提升一點就吸引到外面的人。那其實這個位置的推論是做得好不足夠，有沒有其他地方有類似的狀況吸引了香港醫護去呢？如果有的話，我們可否抄下你的狀況是怎樣？雖然都很難，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那個的公司型醫護實行量很嚴重。再下去的一件事就是去到自由面狂打那個臭，即是臭身仔很辛苦的一件事，我覺得那個人是不是一個即是 很應該討論的一個位置。咁而嗰個嘅討論嘅起點更加係因為單純係講緊即係嗰個即係服務咗好短時間嘅醫護流失嘅嗰樣嘅唔足喺入邊，係講緊就係因為呢一個政策出現咗一個即係點講係某程度上嚇親啲做緊嘢嘅社，即係將自身慢慢要令到佢哋。本來都諗住留喺呢個公營醫院裏邊
中落嚟，咁佢哋而家都不如慢慢處理啦。咁呢個先係導致到佢哋照顧新人嘅，即係留喺度嚟照顧新人有大個原因。咁所以變咗即係，如果反方要打嘅話，要講得清楚呢個原因係因為啲乜嘢導致到嗰個情況發生咗，同埋嗰個講法都需要多啲嘅數據去證明，亦都唔係講得咁嘅。咁所以我覺得整體而言就係正方冇去好好咁樣預，即係用盡自己去到。而反方如果真係要輸嘅話，我覺得嗰個原因就係因為主面開咗嘅一啲嘢，即係主面知道嚟嘅後面三個嘅位置。所知嘅嘢係唔對稱，咁亦都冇喺場比賽裏面跟住即如果你冇睇，即係之前冇睇清楚嘅話，主面再講嘅時候，你都會跟翻轉。所以我真係聽自己人係緊要過聽對手，對你